闹钟一响，东东立刻起床。东东，你不像你呀，喜欢赖床哦。今天好像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今天是米娅的生日耶，东东会给米娅准备什么样的惊喜呢？这次换我给米娅准备惊喜吧。为了给米娅准备惊喜，东东一个人踏上了买蛋糕的路途。买哪种蛋糕好呢？要是一会儿能试吃就好了。米娅收到蛋糕一定很开心吧，说不定一感动就给我买好多好吃的，我一定不能搞。不好，东东掉进了下水道。东东掉进了下水道。东东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好疼呀，下次走路再也不敢走神了。还好是虚惊一场。东东，下次走路一定要记得看路。我是吃了什么东西啊，肚子不舒服。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找个厕所。东东，厕所在那里。可是东东，该进男厕还是女厕呢？可是没想到，东东被赶了出来。女厕不行，进男厕总可以了吧？东东跟着一个男人进了厕所。结果还是一样，怎么办？憋不住了。草丛才是最适合我的。东东这是特殊情况，小朋友们不要跟着学哦。上完厕所，东东可以继续买蛋糕了。下面看不清楚，又上去仔细看一下。我是腿短界的骄傲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还是算了。等等，我要买啥蛋糕来着？对哦，我脖子上有照片。东东想起挂在脖子上的蛋糕照片，想看看是什么样，可是照片跑到脖子后面去了。瞧我这个小笨蛋，
弄正了，我自己也看不到，店员能看到不就好了？店里好像没有人耶，进去看看。东东好像又被拒之门外了。米娅也不在，这一下该怎么办呢？进不去，这么大动静，怎么没人过来开门？店家反应太迟钝了。哇，这里可以进哎！没有米娅，东东果然就成了智商担当。蛋糕还得买呀，不管了，我先进去看看。东东发现店里没人，决定进去看看再说。看到窗台上摆着各种蛋糕，东东会为米娅挑选哪个呢？